嚟緊呢個動作咧，就訓練四頭肌同埋小腿同時間用力，仲喺唔同角度用力添。咁啊，你揾個架扶穩啦，腳膊頭闊度去撐下，下個身直，撳低個衣架，收腹慢慢坐低，直到膝頭哥去到90度角位置。咁啊，眼望前啦。咁我哋要做嘅咧，慢慢提起個腳踭，直到個腳掌同個小腿時間一條直線，跟住慢慢將個腳板放喺地。撐起落係要慢嘅，通常我哋會係上用兩秒鐘，落四秒。咁一個最多留意下嗰個關節個角度有冇被扭歪咗咧？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喺膝頭哥中間擺條毛巾夾上去，跟住啲同步上，慢慢落，再。同埋邊個位好最攰咧？大髀四頭肌啦，同埋小腿底部分嘅幾毛肌。